姨妈来了还这么坚持的在那个地上，也是很辛苦。然后大家喜欢我们的话，都可以点一下我们的关注哦，宝宝们。子牙，然后看到我在这个三全网最专业又颜值的 WOW 频道，我是本案这边直播子牙，喜欢直播的话可以点个关注和直播时通知，以及我麦序上我们丫丫姐的关注，大家都可以点一下。还有这个五行五秀 happening 的预约，大家没有点的可以点一点。感谢大家给你挑第一个五秀，你们能够喜欢哦。现在的你是否快乐？当初放手，如今的我，我在角落祝你幸福，好好过。也许没我你会快乐，我会放手，好好过。希望你会开心幸福，每天过得不快乐。若是我们迷路的路，你是我的眼，让我觉得安全。你的心我才能看得见。曾经我流下的眼泪，现在你落到我肩。我想的很简单，青春起来就在我身边。我们曾经那么甜蜜，燃起心中爱火。天上雪花飘落，是否还会想起我？每天每日每时每刻，内心伤痛无法封存。
在就三，秋阳鸡胗直播你热不热？我跟你讲，自从你进了这个直播间之后，我的心就在燃烧。现在呢，直播间是不是有股烧焦的味道？感谢你带给我如此多的欢乐。那喜欢直播的话，右键关注一下我。如果说是手机用户的话，点击一下我头顶上的那个加号；电脑用户点击一下我们这个麦序上我和亚姐的直播室通知，右键关注。蛋白质的味道，这样的，有一种浑然天成的妩媚劲啊！大哥，来玩啊！好了，六六左右，我给你们跳下一个舞呢。谁叫我事故来着？哦，关下空调再跳，太热了，热死个仙人板板了。Yeah.
声音吗？好热啊！我的心在等待，永远在等待。看看我在这三情网记专业又子牙的舞蹈频道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本案第二主播子牙。换衣服。咋？我就这些衣服了，每天。我经常穿新衣服的，所以你可以经常关注一下我哈。没纸了，我的牙齿全是口红，可以关注我不？可以啊，我不是白种人啊，我的内心可是跟鸡蛋一样的，我只是看起来很白而已，兄弟们说是不是？了解我的人呢，都叫我乌鸦。我跳的是什么舞种？我跳的是那个，就是那个叫什么宣美的一首叫主人公，然后他这是他编的舞蹈啊，你要是喜欢的话可以先去问一下他。讨厌，你们跳下一个舞蹈，好热。然后还有最后的两分钟的时间，点点关注，以及我们这个麦序上都勾一下，还有我们这个六六左为王啊。